这个凯里，这个是老板，那个戴草帽的是村里的干部，相当于是他帮忙垫钱给他买的。他说没钱，他包了几百亩地在这边，他犁的不够深。他有些人他不懂，他说我们犁的不够深，但犁深了会翻车。能把这搞出来都不容易，我跟你说，没有技术能搞。我这边说话的，我跟干部说话的，我说不是吹啊，我说这我们搞不了，你到国内随便去找，你看有没有那个搞不了的。他说他没钱，干部他说他没钱，他在那里花了几百亩地，他说行，那我就帮你贴这个钱，有没有？我向你借钱给你，让你买。那我觉得我们离得不深，这种位置都是你前一遍前一遍的，其实一样的。说他说我们土高的不够水，对不对？干部都没说啥，关键旁边有个老头子，他说他搞几十年立基盖了，搞这个立基盖搞几十年了，等一下你别逼，这不行那不行，你这不行。